哎，大哥，罗总的妞，伙伴呢？丫头，看在你是罗总的，我给你几分面子，可别把老子给惹急了。我爸呢？嘿，小丫头，你是花钱雇着我们看你爹呢，怎么着？有人看见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再不说我就报警了。嘿，姑娘，我们来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一直很讲理，是你们不讲理。你爸爸活活欠我50000块，我已经还给你们了，不是吗？用钱还的吗？你说的那几杯酒抵50000呀？你想耍赖是不是？我们那是在跟你开个玩笑，那个小姑娘怎么能当真呢？我可没开玩笑，你们是不是想耍赖？50000块，说没就没了，嘿，你不会把我们当傻瓜吧？那50000块是现钱吗？那是你们非法赌博赢来的，我得告你们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赌博了？没看见对不对？那就是没有喽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胡说八道喽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我爸不赌博，他怎么会欠你那么多钱啊？也就是说，你爸爸犯法在先啦。今天上午呢，我们确实和你父亲亲切地、友好地、和谐地见过一面。我爸在哪？如果你答应替你父亲还钱，我就告诉你你爸爸在哪。你非法囚禁了他。姑娘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我爸到底在哪？你要是不签，那么答案将是一个永远的谜。想干嘛呀？我要报警，抓你们这些坏蛋。报，尽管报。假如你有证据证明是我们抓走你父亲的话，签还是不签？我不签。赶紧给我签了，要不签，我签不签？我签，我签。签。